你回来看你爸妈了。谁想到今天雨水这么大啊？这外面下大雨，家里下小雨，这日子还怎么过呀？不是拿聘礼交了两室一厅的首付，又何必言苦情戏？菲儿，叫我回来干嘛？说吧。你跟他说。 菲儿啊，你弟弟的房子呢是装修好了，但是他位置特别的偏僻。你看你嫁出去以后吧，这家里家外的总得有人照顾呀。那谁照顾？还是你弟弟呀？哎，总归有辆车方便哈。疯了吧？你们也该适可而止了。不是，哎呦，好了好了呀，你好好说，动手干什么了？菲儿呀。 你怎么亲自来接我？啊，我临时有个饭局，一会儿把它换上，收拾一下。啊。回来。 是不是在商量婚礼的事儿？嗯。那你也没必要拉个脸吧。你嫁给我，不就是要割断那些不好的过往？我不过是个连名字都没有的人，哪有不高兴的资格呢？ 那如果写上你的名字，还会有人看吗？嗯，除了是你赵明轩的附属品，没人会在意我是谁，是什么样的心情，发生了什么事，那又何必带我去饭局？ 下车。明轩，不想说第二遍。看你爸妈多高兴！你们这个活动有 bug， 这么容易中奖的话，不亏本吗？我让后台动了手脚，你爸妈的题目比较简单，不是随机的。我就说你作弊吧。不过为什么是三等奖啊？这样子，他们俩高兴，我们俩也高兴，win win。为什么？你这一培训一结束，就直接就回家家里住。
这11点的门禁怎么能取消啊？哦，肖尚奇，你心机。尚奇，你能不能帮帮我？这鬼地方实在打不到车，先上车吧，这不能停车。谢谢，小心。哎，懒人说你爱吃面，饿坏了吧？赶紧吃啊！谢谢阿姨。哎，没事。然然说你要结婚了，你看我跟你叔叔也没有提前准备，给你一个红包。哦，这红包还是过年时候的，不要嫌弃啊。拿着。从小到大，我还没收到过这样的红包，挺好的。哈哈。我和你爸去散个步，那你们聊啊。慢慢吃啊。说说吧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就你看到的这样呗，我不想这么狼狈的去云端或者回家。就因为你顶了一句嘴，他就把你放在那么危险的地方不管了，他还是男人吗？好多人还好奇他赵明轩什么样的女人找不到，干嘛要娶我呢？这些年我为了他学艺术学钢琴，去福利院照顾比我幸运好几倍的孩子，我把他研究得透透的，他一个眼神我就知道他要什么，时刻按照他的需求来校准我自己，这种本事也算无人替代吧。不累吗？总比在麻将馆当管花强吧。算了，送我回赵家吧。干嘛这个表情？那我还能去哪儿？去云端麻将馆还是住你家？难不成你以为赵明轩会用八抬大轿来向我赔罪吗？走吧，我们俩送你回去。你怎么回来的？肖尚奇和校园送我回来的。你找肖尚奇了，不怕我吃醋啊？无论他怎么帮我，我最后还是会回到你身边，这不就是你最喜欢的？菲儿，你知道我最喜欢的就是你的聪明，但是今晚你不该让我认为这种聪明消失了。这样吧，
明天你去挑个首饰，就当给今天晚上赔不是了，好吗？不用了。不过，我有别的愿望。有进步，都会谈条件了。这场婚礼对我很重要，我希望有我的父母参加。不过你放心，绝对不会给你丢人。